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盛夏星宫旗下练习生盛夏仔仔杨超文。我现在在明洞，然后我现在要去给我家人买一些东西。我要去问一下有没有儿童口罩，我给我侄女买。我的密码是 Q。我的密码是 Q。哪里的？我的 Luna。让我给他买个那个上妆的刷子，还有那个卧蚕刷。哥，你买要买的卧蚕笔，我买的这个，还有这个刷子。我跟温馨买的口罩。你们还有什么想买的？我现在还有时间去买。20万的什么？韩元吗？还是人民币？疯了，我没有这么多钱。给我看看温馨。温馨是我的侄女，她现在4个月大了。Hello， 你认识舅舅吗？我是你舅舅。他脸肉嘟嘟的，看见吗？他就一直把拳头这样捏着。他肯定都不知道他有一个舅舅。现在我不想砍你，我想砍温馨。看看舅舅，嘿，文姐，看看我，让我学你，让我学的像不像你文姐？嗯，条件还不错，哎，不错。好好，你龙龙他，拜拜。今天呢，我的任务完成，我就准备回家了。拜拜，我们下次再见。